今日9月27号，2017年放工，又嚟巡视地盘，整咗个电表啦，喺个板后面，个电表系临时，到时嗰个位整好个车房嗰阵就会黐喺埲墙嗰度噶啦。哇，咁渣嘅，坐甩嘅呢个，定系佢哋？特登整甩嘅咧。Anyway， 依度又系上层啦。哦，今日都整咗几多嘢喎，整咗呢段咯喎，可以爬上去嘅其实我，不过我惊跌屎啊！哎呀，出咗招啦！唔得意嘅嗰度，咦，呢度整矮咗喎，冇以上次咁深。好啦，係咁多啦，今日好似啲木材都差唔多，好似多少少。